May I have your name, please?跟你买啊，昨天那个，这个后面那个，后面哪个？后面这个啊。对啊，昨天不是说可以买吗？买啊。对，付钱了。要买一个吧。对，320。我有跟你说的。他跟我说320，你打电话问他吗？他马上过来。他马上过来了，是吧？又要再聊吗？还是怎样？啊，要再聊吗？不聊，不聊了，不聊了。你这个直播呢？直播、啊，万一说错了咋办？啊，万一说错了咋办？没事的，那不是怎样，好玩而已啊。还是我直接付钱，因为我还要去别的地方啊，可以吗？行吗？是多少？320呢？台币啊？不是，人民币。320是吧？是这个价格吗？那你拿一个给他。现在4.4几？4.5吧，对吧？好像有多拿一套比较要跟他讲。好，那个请教一下，这个那个是插费德32吗？还是什么 NTFA 是可不可以插？比如说那个硬碟的格式，那个不随身碟那个拇指碟都可以，就 FAT 32跟那个 NTFS 都可以的。啊，但 EXFAT 不行。ES 不行的、啊、Apple 的那个不行的，对。对啊 ，EX。OK OK， 好，就是插上去，按下去录影，然后再按下去就结束了，是这样吗？是的。按、啊、那什么分辨率那一些呢？有一个遥控器就设定的，你可以设720、1080啊。看一下，遥控器嘛。那这有荧幕可以出来吗？bypass 嘛，哦 ，bypass mode 嘛，但有那个 OSD 的设定嘛。Okay. 好的好的，那我就付320×4.5，这差不多是数字啊，好好，差不多是数字啊，差不了多少钱、啊，无所谓啊，4.5、4.6都差不多了，对，对啊，没关系，给你1500吧。320×4.5，嗯，哎，掉了掉了，就1500吧，别拿了，啊，0.5不用，1400，啊，那我坐个地铁吧，好不好？这样没有银货两讫，没有欠，也不，要开发票吗？不用了，开什么发票？开发票要交16点吧？不用发票了啦，怎么在境外？拿给哪个？我们这里是境外，没事。这里是境外区，干嘛开发票啊？是不是？
捣鼓捣鼓，马上又来。我已经发我这篇视频啊，哇，反应很热烈，你知道吗？他说超好笑的。说谁好笑？这我们的对话很好笑。哦，有台妹吗？没有，这外这是台湾人啊，都是那些台妹族群，大概是30到40岁左右的男生啊。很喜欢我们对话，宅男是吧？很喜欢我们聊天的对话，超爆笑，就是有点脱口秀那种感觉。你扮演的于谦是吧？嗯，你扮演的是于谦是吧？我不知道谁是于谦的。哎，你钱要收好哎。没事，你也放着，无所谓。没事。然后就是都要卖东西嘛，啊，你总是要自己就是到处去走来走去啊。才能够让 user 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产品在做在什么地方。他妈，你说这东西什么那么用？你自己都没用过，你怎么知道说怎么用？对，就是要做实际的实验啊，对啊。所以这是我的想法是这样，因为3不5时都会开个直播，然后就是会让大家。你们这个是 Facebook 是吧？没有，我现在是 Twitch。哦，我昨天是 Facebook， 啊，我今天换 Twitch。Twitch 可以到1080p 啊。脸书只能720p 而已，好，专业，对，没事，好吧。我们今天回去了。没有，我们还要在这边待两个。礼拜一才走。对。那你晚一点走比较好。你们家在下大雨。对。哦，深圳。下大雨，那个我已经看到人家视频，那个。地铁已经淹水，然后人家要救他，要10块人民币。对，一趟10块钱。对啊，这个摄影机啊。对，这个大概怎么卖？这不是我的，这索尼在卖的。这个大概是300多块美金啊，这一支摄影机啊，它有防守震，很强啊，就是你这样晃来晃去，它都不会晕啊。一般你的那个摄影机，你这样晃，它就会。你那个帧率不够的时候，它就会。那它不是比 GoPro 还贵一点？没，它比 GoPro 便宜。GoPro 是500美金，它这是300，然后它的防守帧又比 GoPro 好，所以直播主都用，实况主都用这个。不会用什么单反那么大、笨重的。单反那个还要加个稳定器。哦，那它蛮有。晃来晃去的。一定要带稳定器，你看很多人带，他不是带着稳定器吗？帮你走来走去的时候。你直播的时候，你头会晕啊，你看的人会晕啊。啊，这一支是不用加，是因为它本身的那个光学的那个防震很强，它不是数位的，不是数码的，它是用光学运作的，很强，所以我可以这样走来走去的，没问题。所以它输出也只有 HDMI 的。HDMI 还有那个录影的。那这个是供电，这个是供电啊，才可以让它，因为它电池没有很久嘛，应该就顶多就1个小时嘛，那我就给它供电啊。然后你看我这个 iPad 这边也在充电啊，嗯，啊你们用你这款你做的安卓直播，它是没办法使用，它没办法充电的、啊。对，必须要接那个大电源。哇，那个真的好厉害，你看。没有晃嘛，是不是？就是、好吧。那个我意思说，你要接安卓不是有 Micro USB 的那个洞吗？那种手机通常没办法边使用边充电，所以你大概只用1个半小时没电了、啊。啊 ，iPhone 的话是可以边使用边充电、啊。我知道它有这个东西。对，所以差异在这边。防抖其实是一个算法了。Type C 的话就可以 ，Type C 的那个手机就可以了。因为很多啦，很多没有那么简单啦。我都会推荐客人买 iPhone， 不是为了赚钱，是我们这个没，这利润没有那个安卓好赚，可是真的直播比较好。但是 iPhone 没有多少人能跑得出来，好像你是第一家。我就是要跑第一家，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产品它可以在 iPhone 上跑。那你看它就是全世界第一支在这里啊！你不给我拍一个照吗？昨天不是拍过了吗？开玩笑。因为我是抢市场啊！我早在3年前我就做出这种东西了。你的市场是在台湾还是全球？海外，台湾都是海外。我都是散单啦、啊，我不是那种大单的啦，都是那种什么一些玩家1只、2只、3只、5只的那种，啊，顶多来个20只就很厉害了，就这样。我没有接那种大批量，啊，就没有大批量，我说
那个毛利才可以抓得高嘛。对对对对。那、啊、我抓批量的话，我没有毛利啊，我做的要死要活，这不是我公司本质吗？我公司本质就是要做小量的、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高利润。就是要做小量多变化性的东西，对吧、啊？这都是每家公司的车啊，你们是制造商，你们不能这样玩啊。啊，你自己出来开工，你就可以这样玩了、啊。出来在大陆开的话，得跟你学个几年。不用啊，我 YouTube 视频都看一看，看一看，看一看，就模仿一下，就都是出来了。我们那边访问一个 YouTube， 还要翻来翻去，就翻一下而已啊，还好。你们这边不要吧？没有，干嘛翻？翻什么屁啊？不要。什么都嘛可以看 ，A 片什么都嘛可以看。对啊。你有必要翻吗？我那天看个笑话，你知道有六四天安门事件吗？六四什么？六四天安门事件，你听过吗？没有。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你去台湾，你回去旅社，你打六四天安门。我也不要说过天安门。不要说，在台湾说一下就好了。你在台湾玩了、啊，你在大陆不要查、啊。哎、欸，在大陆查会公安会抓你。什么意思、啊？很敏感的自由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对嘛，这个大哥就知道啊，他知道非常恐怖啊。这是北京那坦克车压人啊。压谁？就是压一些那个民运人士啊，你像北京大学那些。幺零一号那个下面那个法轮功，都已经在不是在宣传那个吗？就是那些人，那些北京的大学那些人，他说要民主嘛，然后选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八九年。要查，你在台湾要查，多查一些五四三的东西，哪六四天安门？你就查到一些。我的信仰还是很崇高的，我只相信共产主义。没，但是你被洗脑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在台，你刚刚问我说 YouTube 可不可以看？我说你在台湾 YouTube， 你就去查那些五四三，什么六四天安门，那就看很多很恐怖的视频。就没有必要疯嘛，知道吗？然后那个晚上十点的时候有没有？你们台湾，你晚上十点有出去外面晃吗？还在旅社晃？你就在台湾看那边新闻台嘛，就政论节目嘛，啊就会有很多台在骂来骂去，很好玩啊。对啊，有几台是支持统一的，有几台支持独立的，反正他们每就是就可以转一转，就很好玩了。啊，台湾没什么进步，台湾这个最进步了。我觉得这个是很进步的，民主这方面，大陆的话，但是台湾经济很烂，因为没办法，跟不上。经济我们不好啦，但是这方面很强，人权，超很注重人权。比如说你们在深圳不是闯红灯吗？然后不是被照到，然后就是说哦，这某某人闯红灯嘛，这违反人权的、啊，这我们会被骂死，怎么会被骂死？但只能偷偷摸摸的，不行，也不能偷偷摸摸。就像你在高速公路开车嘛，不是有那个 ETC 嘛，就是会那个扣那个钱嘛。那我们政府说什么要去算说这一段到这一段，比如说 ETC， 拿去算说你这个平均的速度，如果超过要罚钱，就被骂死啊！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搞？那你这样子的话，那违法人员怎么各自罚什么什么？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在抗议抗议抗议！你们这边搞游行吗？搞啊，整天在游行啊，好玩啊！我有去参加过。有利有弊了，像这样的话，有个好的政策也实现不下去。民主有好有好处就是自由，坏处就是没有效率。是哦，没有效率。效率就是说，十个人有十一个声音，因为第十个人说我也要支持反对那个人的声音，所以有十个人有十一个声音，都是这样子啊。嗯、啊，专制有它的好处是，我要搞什么搞什么，我刚你从你家开过去，我就把你房子拆了，你能怎样吗？那台湾就。你看，就有好有坏啦。就你不能这样讲，对啊。啊，经济好啊，他是经济搞得特好，这样。经济他总有一天他会那个啊。嗯。那你们，因为就是规模，就是那个什么计划性经济啊。啊，这个政府要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，啊，就经济就会好。我们不是啊，我们就是。百个人是一百个零零的声音，这样子走，就是人多嘴杂这样子，就是
你们，你像你是也是从大陆过来的，还是？我台湾人，我祖先那几五六代前才从大陆福建过来的。等于你祖籍在福建？祖籍好像是泉州吧，泉州的，福州还是什么、啊？我都不知道。我讲闽南话。那现在住哪？住新北市。你们住深圳啊？是以前的关外还是关内？以前在关内，现在在关外啊？什么意思？以前不是有关内关外吗？现在不都没有了？对，现在搬到关外，没有了，是没有了。对，现在没有了吧？现在搬到原关外地区了。我们之前是今年刚搬的公司，搬走，搬到更远的。对，原来在福田区嘛，现在在关外，赚死了，那块地拿去卖一卖，翻赚翻了。租的人家的房子，租的房子。你们那边开公司都得自己买啊？自己买不一定。我很多朋友，他台湾的朋友去大陆做生意啊，他其实本业都没赚到，他赚到什么你知道吗？赚到房地产。他说刚好去就没事就买一个房子嘛，然后洋区我买完赚十倍啊，怎样？对，广州工人开工厂，做生意没赚过钱。啊，你卖什么绿光片赚个鸟蛋呢，对不对？绿光片就是那个 camera 那个绿光片。背光板。不是，就是那个。你这个摄影机中间有一块玻璃，它就是会将那个红外光线遮住嘛。它遮住之后，你拍的画面才会比较漂亮。啊，这是就有人做这些啦，就是卖那种卖玻璃卖赚什么年代？主要是买套房，卖房子赚钱。对，你不常去大陆吗？我没有去，一直没有去过。我有去啊，我上一次去是二零多少年？2014年去北京啊。安防展看了，啊，在更之前也我很少去了、啊，因为现在也不用去啊。你那个什么，你有支付宝跟那个什么淘宝不是那个按下去可以跟他聊天那个，旺旺啊，对啊，旺，你就旺压下去嗨有没有嗨一下，然后就回你了嘛，啊就说有没有货邮，好付款就这样就好了，货就到了。那个谁，那个你那个威迪也是这样子的啊，我就是那边丢嘛，然后说你们那个什么，你们那个上面管理的那个账号是会轮流，是不是？就是一下子是他，一下子是他，一下子是他，然后就说那么要加 Skype， 然后好那就加，就这样，对啊，就很方便啊。对，支付宝真的很方便，只是。赚到大陆的钱是出不来的，我们赚到钱是没办法汇出来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外汇管制啊？有什么外汇管制？你把支付宝绑定你这个本地的银行？那我只能到大陆去消费，知道吧？我说我在大陆赚到的人民币，对不对？我把它运回台湾，没办法。这没有道理啊！你支付宝必须要绑定银行卡才行。对对对，我里面支付宝，我要付你钱 ，OK 嘛，对不对？我买的，我在大陆，我在当地买你们的东西，付人民币都 OK 嘛？我赚你们的钱也 OK 啊，但是我赚饱饱的，对不对？我把钱拿回台湾花不行啊，我只能到你们当地去花，或者是拿一个那个银联卡在台湾刷卡的。对啊，但是我没办法拿到现金啊，我只能刷卡、啊，或者是你是公司账户吗？啊，公司账户啊，还是个人账户？个人账户。可以啊，提现嘛，支付宝提现。提现是在你们当地提现，去我飞到大陆去，我就飞到福建去银行去提现是 OK 的。啊，我在台湾我没办法直接汇回来，我必须我人也要过去这样子。你还是理解不了，支付宝它相当于是一个银行。我知道。然后它又绑定了你一张台湾的银行卡。不是，它不能绑台湾的。哦，只能绑大陆的。它是绑内地的卡。哦，那我。它不像 PayPal 是可以移回台湾的 ，PayPal 它是。你知道 PayPal 吗？我知道 PayPal。对 ，PayPal 它可以，你赚到的钱，你可以把它移回台湾。那它对我们来讲都是属于那个境外收入这样。我昨天报纸上不是还说吗？你可以买美元或者人民币，台湾的钱你最好不要存。为什么？跌得太快。你说利率太低了。还好，那个其实我觉得台币很稳定，台币一直维持都是30，就是每间比都是30左右。我出社会到现在，我从开始做生意到现在，最低是对美金的、啊，最低是最强的时候是28，最低最弱的时候是32，那就这区间都跑来跑去，还好啦。你是哪一年出生的？1978。
1978年。对啊。好了，不打扰你们了，我还再去另外买东西了。好的好的。我要去南港买东西。好的。好，祝你们生意兴隆。好好。你也是。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在那边。没啊啊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嗯。拜。
下大雨。停止录音了。